班哎。伴娘新娘快点集，伴娘新娘快点集合，快点，不然你们就不用。没有没有，全部过来，快点，快点。没有，等一下你们要带他们兄弟，快点集合。我知道有七个，总共七个。家里七个，来，快点。没有，今天不回答。快点。啊，我们一对一打。快点！红包你过来，记得呢。啊！我嘿，爸爸。你呐，那你不是讲西南朝的对？系啊，五分钟。没有啦，一排，第一排，新郎中间，谢谢，谢谢。唱首新歌。你看这个。还少两个，我们先颁奖，看今天谁是黄宏斌的挡酒部队。听说是我的伴郎，是你对不对？我吗？今天你就是负责，你知道的。喝酒请找他哈。我是黄宏斌，找你喝你要干嘛？为什么？快点，我给你一点缓和的空间。我今天有没有很漂亮？哦，你好漂亮！来不及了，你还是实在是太正了。我们这一关叫做爱的跳跳，你知道陈正义早上都要跳早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也要跳早舞。你要跳什么舞呢？时下最流行的是什么舞？你们来讲给我。小苹果。对。那你觉得我会让你们跳很简单的小苹果吗？当然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先看教学影片，一分半。那看完之后，你们开始跳，跳得好一次就过去，跳不好没关系，我知道时间很多，五次。没有没有没有哈。那等一下先跟你们说，影片看完不一定要跳得一模一样，重点动作我要你们跳出来哈。那我们先看一次教学影片。哎，我给你们福利哦，里面妹都很正。等一下你们跳的是这样。记得扭出来哦，听到吗？什么呀？没有。你妈妈呢？我们没有一般的哈、哦，这个都要扭出来哦。看他高低。对。多久紧张？我不在。认真看哦，一次看我们就要开始了哈、哦。哎，我帮你找那个腿要到胸部的，哎，有没有对你们很好？有没有看到这边？这边我要求一定要扭出来。认真看哦，认真看哦。你想我无厘头，我无厘皮。麦克风知道。加刚才小苹果的加呢？我们这是不要跳加，我们干嘛跟人家一样？我就打一号加杠的，我来啊！你有皮鞋吗？好，这边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，先摆好你们的位置。哪里来放王哥？来放王哥。然后我会把放给你们看。好，电话贴好啊。那个捧花可以先放旁边，好不好？盖章吗？不行。有啊，有啊，我哎，重点动作如果有做错，我们就不来好听了。没有做错，我们就是很乖。以后能开始想了，你说阿伯厉害。没有啊，你不知道我要在第一关吗？我们恩怨最多的，来哦，预备了吗？预备了哦，因为哎，要不要前后站？可是我直播都看得到你们。好，前后站。后面跳不好也是没有过关哈。OK。谢谢大家。我唔知啊。小帅打，小帅打，好不好？那小帅站前面一点，跟我靠近两个。那个，这个，你看我，旁边都看得到哈。好，来，你找不完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都起来！谁啊？谁来啊？你？哦，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。扭起来，扭起来，扭起来！跳，跳起来！扭起来！希望我紧这群黑暗在。把裤子脱掉，裤子脱掉！我在玩，快点，快点！放弃，给你做啊！后面跟着。你要去找啊？对，没有啊，我又不是我要娶老婆，我要做啊！老师要娶老婆是你吗？快点，伴郎！伴郎，没有，你后面都没有跳，没有。
都一直走掉。你走过来，示范一次，不行啊，我平凡啊，可以跳，你气红红。来来来，来，站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那个先跳好不好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苹果嘞，来，来啊！一次跳了，一次跳，再一次就过哈。但我真不想没给你们上处罚，这个没有就当处罚啊！处罚你们会更痛苦，我给你们保证。你先说说他处罚是什么？开始，快点！后面，后面，真的，快点！屁股要扭啊！你要扭，对呀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越来越越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要扭，要扭，他屁股扭成这样，有什么要扭？扭起来，扭起来，屁股画八字会不会？他妈的！我舞蹈天分处罚了，处罚了，对。我刚刚处罚了，处罚怎么现在处罚他？你怎么被玩鬼？刚刚玩，你是讲气谁啊？鬼呐！来，让我们只好进。再拖你再拖没关系。处罚，我们处罚很简单。你说，来，先站好一排，要间隔距离空出来，间隔距离空出来，好，全部向左转，向右转，侧面对侧面来。现在开始，起立蹲下五遍。性感的那一种，你们很怕，你们很怕，我爱飞，你们很害怕，我知道。我数一，你们就做一下，二就两下，起立蹲下，脚要挪开，退化哈。你看会垮啦。我找一个帮你们示范，要不要？哎，你没请哎。欸、你扮两次吧。哎、欸，弟弟，你会不会？我不会啊。我后面有人会。玩手机就当了嘞，我蛮厉害啦哦。我要那个手有张开，脚有放开的那一种，来哦，预备，一，屁股要翘，哦，那个还没翻出来，二，屁股要推出来，屁股要推出来，来，各位麻烦屁股推出来，三。四，哎，最后一个好好做，屁股全部推出来，没有的话我们再五下。五，好啦。切到错，这是球啊。错，乒乓球。对，乒乓球。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，就是伴郎你要派你的六个爱将出来，然后六个爱将，那一个你们可能会多一个嘛，那多一个的话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还有其他任务。那两个一组，然后我们要吹水杯，然后吹五个，举压就对了，没过就惩罚。放一下吧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搓，你先搓一下啊，你要先搓一下。每个人都要搓过，你讲不讲啦？还准备讲不讲？哎，你要掉一个呀？对啦，我拿姐姐给你啊。你要补啊？姐姐给你啊。哎，补我起来吧！哎，补我起来吧！哎，我这样，哎，补我起来！哎，你想啊，还是传？就这样而已啊，你就这样而已啊。那你当人养？应该都是这吧？哦，啊，不要钱，我亏不起。没有，继续装就好了。别拍起来。直接动作一起出来。再加一点水。对，第一个再加一点水。等一下哦。那怎么用水嘞？用吹的吹。没有，怎么用水？没有用粉。嗯，我们为了好美观，美观，这边大概多一点。刚刚吹的。哎，无去用迄落啊，迄番薯粉啊，吹只地啦。撸啊撸个。来。这要白怎么吹啊？你球在家里呀？你球落落来飞来去，你球在家里呀？你要补他。快点。开始，第一组谁？两个。谁不用？谁不用？对，会有一个人休息，然后只有六个人。分起来了，好吧？嘉豪，吹过，吹吹吹吹，我没啦，我这人在吹过。哦，喜欢哦。哎，会啊，会啊。
捡到钱。鬼啊！你笑我这么喜欢倒霉。我们刚遐落落山了嘛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今天一拨老板，你起来洗。哎，这都没搞啊。阿公，你讲我袂歹。很会吹哦。哎，我们要限时吧？我们要限时吗？哦，行哦，好没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下一组。第二组，第二组换谁？所以我们将这一组是一定要进厨房。对，一定要进厨房。第二组是第二组是谁啊？我靠呀！不是，快起来啊！你要甲神的好啊，你神你神一个分节神就好啊。看他分啊大，然后第外只好啊。阿水，对吧？谢谢。阿公，我们要大。十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对，你是要补没啦？继续做呀吗？哦，六班六班，你过了。十、九、八。你不要死嘞！死过来啦！我倒啦！哎呀，愈来愈紧啦！三、二。我变跨五级，我变跨五级了。三组进入惩罚。一只，一只。我太快了，我没有排除。没有，来，后面还有谁啊？第一组先上来，来来，请坐。第一组，那个林先生，你坐着。没有，对，站好，坐好。我们讲一下组长。机长不能坐啊，机长要站着。对，因为你要先进入惩罚。我们惩罚是香蕉。香蕉。林小姐，对啊。吃饭了，要加油。然后你要伏地挺身，你要撑着他的这个，然后下去吃香蕉。那你讲他干嘛？挺身的好小啊！手要放在肚子那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玩了，真的哎，我跟你玩了，跟你说。哎，伊也袂来看者啊！哦，那么神秘，这伊要跟嘉琪聊。伊话主要是这个男的咧。然后一个后面要 hold 住，然后后面要有人帮他撑挺着。对，帮他压着。后面一个帮他压着，帮他压着。我跟你往后啦。哎，不行，你的手不可以。脚掉了。林俊生，你也骗出来了！你也骗出来了！林俊生骗出来了！下一组，下一组，下一组。我加，我加，我加，我加。我讲他短片。他几用？他几耶？几耶？几耶？好啊。怎样？你说腰不好，你俩腰，你俩腰，你俩腰，你俩架吗？我架架，我哪去？不要吃，乐卡也吃，这样的。哦，你们怎样管的我？超小猫，你超大。我当姐妹啊！哎呀，分姐姐啊！你出卖了！我当干兄弟了！出卖了！出卖了！出卖了！我们在肚子那边呢。啥裤子呗？肚子。肚子。肚子没多少钱。老婆。我哎呀，你做咩太紧张？你做咩？你做咩？我讲说不要用。对呀。哦。对。棍头嚼掉啦，生喉咙。啊！好大气。啊！哈哈哈！太厉害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
你也砍妹气，你也砍妹气，你今天也砍自己气吗？你先吃一嘴啊！无啊，一届好够啊！还好一届尔。系啊，一届尔。你干一届，不要你干一届尔。你用心睇，我唔砍你。好，OK。恭喜过关，进下一关。我的家庭真可爱。我们等一下会请新郎，就是彬彬指定，就是五个人去找他拍照。那我们就是要找，就是曾怡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弟弟，还有悠悠、晨晨。对，好，那你现在要开始去找五个人，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！五个，他帮你拍，他帮你拍啊！来，快点，要自己找人，快点找爸爸妈妈。所以我就接他们进来。妈妈，你别提亲，妈妈你别提亲，你要写文章嘞，你有条件吗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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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下一个有成功吗？有。好，还有爸爸。爸爸，来一条啊。爸爸几台啊？一二。把奶奶一点。来来来。
等一下，你满意这个厚度吗？那不然，不然啊，这厚度有点宽。你确定？啊，你等，我等，你还用完了啊？好，来来来，一二，好，这样子。你还有两个哦，你还有两个，你还有两个。交代了。对啊，还有这里啊，这里。加过去。还有这边，这边六个公司，这边六个公司。这个是没有不要多时间过来，不要包，你都没有包。包你有没有哎？我要520啊，的零钱啊。没有520的钱。还有1314的零钱。1314的呢？我们看镜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快点快点，太阳从东边出来了。没啦没啦没啦，快进来，先靠近。看一下看一下。一二。咁无聊，无神。没无无啊。处理完，我想可能应该留下。再问密码，那个就是说，这是你们的重要日子，对，所以写一下。啊。他说如果这个，他说这个特别重要，啊，我们从上面慢慢来。12月31。12月。特别重要。1208先。1208。1208。对不对啊？是什么？生日啊！哎，2012。你在共团啊？第一次干嘛？第一次干嘛？华山呐。哦，华山。12月6号。考中啊！你假惨吗？你假嗨啊！你假嗨啊！你记了唔对吧？马进啊，考上记唔对啊？惩罚哦，惩罚嘛，拜拜哦。3月14。第一次请你走，我还是说西洋会太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西洋会，是西洋会。哎，这个很简单吧？王平什么？吃饭啦。为什么那天要去王平吃饭？是因为什么日？干嘛？亲戚嘛，王平开幕是不是？10周年是王平10周年。你刚刚都想挂大老二呀？挂大？你说欧北爷？今天啊。这是什么？情人节啊，是第几次的情人？第一次啊。他很像啊，情人节第一次。哎呀，对。不是哦，你各位，我们的答案不是这个。我给你认真的。这个。我给你做认真。我们答案，我们得到的资讯不是这个。我想要答案的，我想要。答案呢？各来一包。对啊。各来一包，各来一包，我来问答案。对啊。啊！你给来，你来。马进哈啊，1206啦。你是不知道，我讲你今日会当断。你1206去当无过，你哪有去当？卡掉啊！哎，时间来到，今日10点半的电车时间。哎，你今天你换要不要换一下？换要不要换一下？这关最后一关了。第一关，就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。1231，非常重要。你搞到体育运动啊？我可以大声说出来啊！我们其实啊，1231，如果你真的想不到哦，我们有其中一个伴娘会告诉你。对。对。啊，你就是去问他，看他要不要送回家。可见了。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啊，不要去开心。你来用不要开心。开心。你家都唔知吧？我可跟你讲，有一个人知。去去见啊！你卖梦个呀！你家一定是。一个人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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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名
个指标。会会啊，会会会会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真盖分啊！真盖分啊！我不知道。妹妹，会叫我妹妹啊。妹妹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没有办法。不知道，那我给你个提示。我给你过关的办法，他给你过关的办法，因为你不知道惩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念一句，你先跟着我念一句，念完你才可以拿到过关的办法。我大声一点，我黄宏斌，黄宏斌，从今天此刻开始，从今天此刻开始，我会对陈真宇的任何一个朋友，快点。我会对陈真宇的任何一个朋友大小声一律轻声细语，轻声细语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有礼貌，是针对你的吧？尤其是陈 Kiki 圈，黄宝玉，黄宝玉，靠物，好的，好，这个交给他，你就可以过了。可是我今天说这个啊，是滴滴先借你的，你要把钱给滴滴哦。啊，你我、啊，你和我 OK 了，你过关。Okay. 啊，你要把那个里面的帮我狼啊，里面的帮我狼。这个数字个是，就是二三一。哎、欸，怎样？你上来就借了。你干的？你只叫老叫母你，你去老叫母吧，你上来，你家己去母吧。你看你讲到那个无？我蛮贵啊，爱听滴滴哦，爱听滴滴啊。弟弟啊，来爱的大告白一下，大声喊喊到陈真宇愿意帮你开门，爱的大告白，给你一点机会，往前一点，我欢迎来这边，快点，怕他听不到啊，大声，你来这里好了，来这里，这里位置对，来大声喊，爱你哦，陈真宇，我来娶你了，我爱你。没有回应耶，快讲啊！快点再来！你要讲些感动的话，不要讲感动的话。陈真宇，把你的双手交给我，这是你最重要的决定。我会带你过着幸福的下半辈子。新娘，你要不要开门？新娘。啊？他可能在睡觉了吧？你困吧，你别快，你有起来吗？新娘，你有什么条件要给你老公看一下、签一下吗？快点，我们给新郎看一下。好，请十条大声念出来，签完名就可以进去了。大声念出来，你先转过去，让那个摄影师拍摄一下。好了，啊、大声哦！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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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念，从第一条开始。爱妻守则，第一条，老婆笑聘时要勇于付款，多所鼓励。哎、欸，小声一点啊。好。第二条，老婆不在时要朝思暮想，守身如玉。正邪灵。第三条，老婆查寝时要。唯唯诺诺，肃立恭听。第四条，老婆失眠时要彻夜陪伴，帮忙数羊。第五条，老婆化妆时要快乐等候，衷心赞美。第六条，老婆叫我时要跳起答应，快跑现身。第七条，老婆三餐时要谨慎，谨守身旁，细心照料。第八条，老婆无聊时要搏命演出，彩衣无亲。逾亲。第九条，老婆临时要予取予求，接啥？接之。接之，持之以恒。第十条，很重要。老婆不要死，要泪往肚流，自行解决。宣誓人，签名，来，大声念出来，大声念。宣誓人黄宏斌，民国104年
1月4号。拍照，然后签名哦。然后签名哦。对。我们呢、啊，来，伴娘也很辛苦，陪伴在你老婆前面，一个就是对着每个人都赞美一句，我们再进去，从妹妹开始，开始，衷心赞美。你刚刚要拍透明呢、哦，所以其他伴娘都不漂亮哎。我老婆赞美料哎。可是你没有那个、啊，没有讲一句大家比较能接受的，你这样等于是只赞最后一个。这样不公平。那、哦、不公平。这样不公平，流汗。哎呀，我老婆啊，不是说不要让我流到汗吗？我继续一个人。我没有流到泪啊。好啊。好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慧慧，你今天实在是太正了。好，好啊，谢谢。很弱，还怎么也跳过我？主管，你今天真正无同款啊。宝玉姐。嗯。我相信你会越来越漂亮。不怪你太词穷了。真的啊。真的啊。你知道鸟要唱吗？唱吗？唱吗？说不定你们不知道鸟。你在讲。对啊。鸟先叫出来啊。忘记名字要包红包，每个都要。红包在哪里？我忘了，我帮你准备啊。啊呵，一个 V， 啊 V 什么？还是婴儿会叫？不是啊，一马马什么？马沙糕？不是，沙琪马上马拉上 V 什么开头的、啊、？V 什么 ？V 什么？什么 key？ V 什么？我那给他摘一秒，你再讲。我要先猜啊。啊名的、欸，名字就好。啊，名字、欸。对啊，好，你讲名字。我，就是我呀。那你直接包红包给我吧。称赞，称赞，称赞啊！美女也是有称赞，称赞。嗯。阿弟，快点啊！美女。美女。美女你跟台湾狗一样，美女呐，美女呐。美女，你会声音越来越轻柔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好好。最后一关 ，Kiki 姐，怎样？啊，说我听听，说我听听。我相信你的业绩会越来越好。下次不够好就对了。要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要上高峰，要不然，我已经上高峰了。要再上高峰了，下一次的高峰嘛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拿着这个去敲门，快点，大叫一下，大叫一下。啊，你签好啦？哎、欸，我等你签好先。看你贵了。好。三角贵哈。三角贵，好送我。送。怎么嫁给你呀、啊？嫁给我吧。哎呀，慷慨，好，我来请你啊。那边人较管了吗？这个让他有钱。这个不要钱。好，这一把，你看好这一把，差不多10点了，好了，好了。